剪一条线，一款人一款命，有人输有人赢，随人路随人行，一领衫一支线，一粒心爱看破，有时勇有时惊，无遥远也着行。浪子啊，漂泊的心甘会快活，不通搁继续糊涂行。我的小心肝儿，苏娜，怎么会有这么多食物？苏娜，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？你真是糟蹋人呢！我在家里都吃不饱了，你竟然拿来孝敬这个狐狸精！你给我说清楚，我今天要你给我一个答案。我到底是哪一点比不上他？你问我，你到底是哪里比不上他？你这样问我，我很难回答。哎，你改成问我你哪里比得上他的话，这样我比较好回答。啊，好，那我哪里比得上他？注意听啊，全都没有。朱娜，你这个怎么良心的？你这前才答应我要好好疼惜我，你这个风流鬼，好痛哦！千里俊也，其实这些食物不只是苏娜一个人送来的，还有将军、参将，还有队长们一起送过来，才会有这么多的。你不要那么伤心了，真的吗？对啦，苏娜姑娘，千里俊也，我看你们把这些东西拿回去。反正我们还有很多食物可以吃，刘国师，谢谢你。可是你碰过的东西，我才不要呢。哎，苏娜姑娘，你赶快去追呀！哎，你别忘记了，你曾经答应过不当花心的女人了，说过的话可要做到哦。好了，又在大家面前丢脸了。博文，来定情信物。啊，幸好都走了，要是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这样，我的肠胃一定会受不了的。他们也是关心你啊，国师。阿弥陀佛。刘国师、陆川啊，你们在吃饭啊？哎呦，怎么这么丰盛啊？是啊，本来女王她现在规定男人只能吃一半的量，不过刚才将军、参将还有队长们送来一堆的食物，我看啊，三天都吃不完了。哎呀，刘国师啊，你呀真是艳福不浅哦。彼此彼此。你要是来消遣我，不如坐下来一块吃。阿弥陀佛，老衲我呀不吃。沙罗啊，
怕我会饿到，每天都准备了一大堆东西给老衲我吃，我光看我都看饱了。哎，可是啊，我们是整夜都不会饿到，可是那些百姓啊，却每天都饿肚子，真是罪过，罪过呀！虽然这是发生在女儿国，而不是在大明国，可是百姓无辜。 为什么会遭遇这种劫难呢？那该怎么办？我们是不是该想办法去解决眼前的这个问题呢？要治呗，现在没办法。如果要治标，现在倒是有个办法。嘿嘿，刘国师啊，既然你有办法，那你快说出来给老衲我听听，看这件事该怎么解决呀？这方法。 就在这里。哎呀，好饿，没东西吃了呀！我要吃东西。原来国师说的办法。 真好，这样就不用浪费，大家也不必饿肚子了，真是两全其美的方法。哎呀，好饿呀，好饿！来来来，这里有馒头，可以给大家吃。来，太好了，这有吃的了。别急，大家都有份。最近都没吃饱啊。真可怜，天灾肆虐，百姓何辜？更好吃。我不饿，你拿给别人吃就好了。你把食物分给别人就好了，你不用管我。 多累，你不要这么死心眼。你这样折磨自己的身体，女王陛下看到的话会开心吗？多谢你的关心，可是我想一个人待在这里，你走吧。别跟我客气了，这些食物我还是留在这里，你如果肚子饿就吃点吧，不要这样折磨自己的身体，知道吗？ 公主，清平潭的水量虽然不大，但这潭水却是我女儿国最重要的水源之一。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有水，有水，那里有水，快流水！快流水！快来！这里有水！快阻止他们！这水不能喝！水！来来来，快醒醒！不可以喝！这水不能喝！不可以喝！快醒醒！走了，走了。 这里就是要救大家的，这次的灾变发生得很突然，我还在想办法解决，请大家忍耐一下。刚才你们也看见了，这水根本就不能喝，请大家不要再冒险了。喝了是死，不喝也是死啊！各位乡亲，我会派人凿井，你们再忍耐一下，很快就会有水可以喝了。谢谢大公主，谢谢。玉京，派你的人去凿井。 百姓饮水的问题一定要解决。是。花瓶水壶在。带人去把灾民的尸体埋起来。是，谢谢大公主，谢谢。好了，快点起来吧。有你们的家属吗？有，有，有，有。
灾变不断扩大，受灾的百姓越来越多，这该怎么办才好？你们是什么人？这些粮食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们是奉了大明胡相爷的命令，从大明运送这些粮食，原来接近你们东女国。不止这些，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粮车。胡相爷，他人呢？相爷刚才经过边关之后，就直接往皇城去了，是要见女王。大明使臣胡惟庸见过女王。不用了，胡惟庸，你还好意思来我们女儿国啊？女王陛下，本使乃是堂堂大明使者，怎么会说不好意思才来女儿国呢？哼，大明使者，你还说得出口？堂堂大明使者，怎么可能不告而别，偷偷溜回大明呢？女王陛下，本使并不是偷偷溜回大明，明明就是夹着尾巴自己逃走，还不敢承认。大祭司是亲眼看到本使逃走，还是又得到什么人的密报？虽然不是亲眼见到，可是你胡惟庸并没有在我们东女国境内，你不是逃回大明，还会去哪儿啊？不错，本使确实回大明一趟，不过却不是逃走，而是为了救你们女儿国。我们女儿国有什么需要你救的？蝗灾为害，水源腐臭，怪病横行，难道不需要援手吗？哼，这是我们东女国的事，用不着你们大明多事。民无同胞，物无语也。我大汉民族最讲究的就是民胞物语，不论是哪一国的子民，我们都一样关心。听你这么说，你分明离开了我们东女国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，可是说的自己好像未卜先知一样，难道你早就知道我们东女国会有灾变？大祭司这么说就对了。什么？你真的会未卜先知啊？女王陛下，凡是大灾来临前都会有所征兆，梅英不才刚好对这方面也有所涉猎，当时在女儿国本使就看出来女儿国即将发生很大的灾变，可当时女王正为了高冰师傅疑似窃取花语镇破阵图一事，怀疑我等皆为同谋，所以本使不便向女王陛下辞别，只好先回去大明调集粮食，运来接近女儿国，这样也能表示大明对女儿国停战休兵、缔结和平的诚意。母皇，昙华认为绝不能接受大明的粮食。二公主，大明的粮食也是吃得饱的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用心啊？如果女儿国接受了大明的粮食，不就等于向大明低头？对，朱琳也赞同二公主的论点。说不定这次我们东女国的蝗灾就是大明朝的人一手策划的，他们的目的是削弱我们的国力，再借着援粮向我们施恩。请女王千万别中了大明的计策。大祭司这么说，本使是越听越糊涂了。依大祭司的说法，这蝗灾是人能够操控的吗？当然可以。是这样吗？哎呀，本使是在孤陋寡闻。照这么说来，大祭司应该知道如何操控蝗灾了。我当然。大明的粮食不一定需要用钱来买。不行，朕不接受接济。伯恩的意思是，以物易物，以物易物。这件东西的重量绝对不会超过百斤。不行，我可不止百斤，要赶快减肥才行。这蝗灾是人能够操控的吗？当然可以。是这样吗？哎呀，本使实在是孤陋寡闻啊。照这么说来，大祭司应该知道如何操控蝗灾了。我当然不知道。
不知道。既然大祭司不知道如何操控蝗灾，为什么能随便指控是大明一手策划呢？哼，我只是说，说不定是你们大明一手策划的。既然是说不定，就表示有可能跟大明完全无关呢。不管这蝗灾是不是大明操控的，这大明的粮食绝对不能接受，否则女儿国不就矮大明一截？这场战争还怎么打下去啊？二公主，这场战争可以不打呀，本使就是代表大明来议和的使臣。你说不打就不打，没这么简单。二公主，这场战争打还是不打，当然不是本使一句话说了算。不过千万各位，现在女儿国境内发生这么大的灾变，如果两国交战，到底是哪一方占便宜？母皇，你不要被他的巧言令色哄骗了。现在我们两国正在战争，这批粮食的背后是不是藏有什么陷阱？而且开疆拓土一向是我们的国策，国策怎么能说改就改呢？大明是我们首要的敌人，所以大明的粮食我们绝对不能接受。母皇，伯恩见过女王陛下。母皇，谭方认为要接受大明的粮食。太好了，这个胡惟庸总算回来得及时，国师有人可以联手破千里十灾大阵了。谭方，你去外面巡视的怎么样？母皇，蝗灾已经扩大了，今年我们女儿国的五谷很可能毁在这场蝗灾上。目前为止，去年的余粮还有，所以暂时不至于闹饥荒，但是已经所剩不多。一旦余粮吃完，新粮又无法收成，恐怕饥荒就会马上发生。所以大明的这批粮食正好可以化解我们女儿国的危机，所以谭峰认为要接受。大姐，你可真有骨气啊，连正在跟我们战争的敌国粮食你也能接受啊。谭华，你别一天到晚想着打仗的事，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粮食一旦用尽，我们要拿什么跟大明打？到时候根本不用打，我们女儿国就毁一半了。嗯，谭峰说的有理。骑兵女王，为了要避免饥荒，我们不一定要接受大明的援粮，我们也可以往南去向交趾或是暹罗买粮食。用买来的粮食去打仗，这会不会太离谱了？大祭司应该知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，两国交战决定胜负的关键在后勤。不过女儿国运粮路线太长了，大明如果要在阵前与贵国短兵交接，不如切断贵国的粮道，这样反而简单。不过现在大明奉上粮食，就表示大明对女儿国有议和的诚意。刚才大祭司所说的办法，我们大明有一句话：太阿倒直，授人以柄。两国交战，既然将决定胜负的关键交给对方决定，大祭司应该不会这么笨才对。你，我很好，多谢大祭司的关心，本使是实话实说。朱琳，你也不能不承认胡惟庸说的确实是有点道理。就算他说的有理，可是谭华还是反对接受大明的接济。难道接受大明的接济真的有损我们女儿国的国格？女王陛下，伯恩有个意见想禀报给女王。请说。如果女王对接济有所疑虑，不妨要买的如何？对呀，如果我们女儿国是用钱去买的，那就不算接济了。母皇，这有困难。有什么困难？为了盖皇宫已经花了很多银两，再加上长期征战，国库所剩的已经不多了，尤其最近为了应付灾变，凡事都需要用到银两，所以国库恐怕没那么多银两可以购买粮食。民以食为天，没有什么事比让我女儿国的子民吃饱更重要。女王陛下，大明的粮食不一定需要用钱来买。不行，朕不接受接济。不是接济，
伯恩的意思是以物易物。以物易物？没错，伯恩想用大明的粮食跟贵国交换一样东西。你想交换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我还没想到，只要女王给我一个承诺，我信得过女王。刘伯温，你在开玩笑吧？现在你要什么东西你不说，就要我们女王给你一个承诺。如果到时候你向我们女王要整个东女国，我们女王不就得将整个东女国送给你？既然大祭司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那么我现在可以先设定这样东西。这样东西的重量绝对不会超过百斤。没有超过百斤，这个心肝宝贝是要我吗？不行，我可不止百斤，要赶紧减肥才行。好，就以一个月为限，到时候你如果提不出要的东西，朕就用百斤黄金买你那瓶粮食。谭华，让受灾民众以工代赈，去金沙江边淘金，一定要在一个月。龙族啊，回到金科花，为前途，为着名声。好了，高斌师傅，你别跟相爷生气了，变脸比丢脸还好啊。我们都知道你是为了慈悲众生才会委曲求全跟女王在一起，哪像有些人啊，贪生怕死，一看苗头不对就跑得比兔子还要快，对，真是丢脸丢到外国去了。陆商姑娘，什么夏相爷有什么指教啊？你这张嘴还真利啊。好说，相爷的嘴也是名不虚传哦。你这丫头有意思。无双，不得对相爷无礼。国师，其实如霜也不想对相爷无礼，只不过相爷一直以调侃高斌师傅为乐，如霜自然看不下去啊。只是不知道相爷的法术是不是像相爷的嘴巴那么高明，如果相爷是见面不如闻名，恐怕国师你是找错人了。法术？原来你要找我帮忙是为了要我做法？哼，我们不是找你做法，难道是要你帮我剃头啊？我们才没那闲工夫。高斌师傅，大敌当前，就少说两句吧。相爷，我来找你确实是要你帮忙解决蝗灾。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先回迎宾馆再说吧。好，相爷，请。哎呦，好了啦，高斌师傅，别生气了。只捡的金燕子，他为什么会把这只金燕子压在枕头底下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不管这只金燕子对他有什么意义，但是看起来应该是对他很重要。好，我就从这只金燕子动手脚。
蒂卡，莫蒂卡，阿巴拉莫蒂卡。国师刚才提到蝗灾，是的，相爷。国师可知这女儿国的蝗灾是怎么形成的？据我所知，这是有心人所为。你是说，有人故意施了法术？相爷，难道你有不同的意见？没有，这点我与国师是英雄所见略同啊。有人故意布阵，引来蝗虫造成灾害，想嫁祸给大明。既然相爷知道这是有人蓄意布阵，你可知道此阵之名？国师想要考考我。如果不考你，怎么知道你能不能破这个阵法呀？对啊，相爷，这蝗灾带给东女国莫大的灾难，如果我们不赶快破这个阵的话，恐怕东女国就会中了奸人之计，迁怒我大明。到那个时候，两国如果想要讲和，恐怕是难上加难了。这个阵名叫做千里十灾大阵，布阵之人招来荒鸡瘟灭四个灾神，造成天地异变。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在千里之外招来千千万万的蝗虫，危害当地的五谷，直到当地的五谷被吃光为止。既然相爷知道这阵法的名字，那么你也知道千里十灾大阵要破阵并不简单，而且这个阵法威力非同小可，必须要两个人合作，联合做法才能破除。所以你就想到了我，请相爷摒弃成见，助伯温一臂之力。国师，其实你不必如此。以我平日虽然常常意见不合，但是这并不表示在危机之时我们不能同仇敌忾，共赴国难。相爷，你的意思是？实不相瞒，我这次回来女儿国，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千里十灾大阵这件事情。就算国师不来找我，我也会去找你帮忙啊。哼，既然你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，那你为什么还耍我们耍了那么久啊？难得看到神机妙算刘伯温还有少算一招的时候，这种好戏当然要看久一点了。相爷，那你的意思是愿意跟我联手做法，破解千里十灾大阵？既然破这个阵是缺一不可，我有别的选择吗？太好了，难得相爷跟先生意见一致，那么事不宜迟，二位赶紧开坛做法，好赶快破这个阵。如霜姑娘，现在时机未到，还不能开坛。为什么？这还用问吗？我们这位胡相爷啊，平常就只会出张嘴，如果真要他解决问题，他也就推三阻四的，当作跟他无关。哎，我说你这皇后娘娘，我不想跟你争辩。国师，麻烦你跟他们解释一下啊。相爷说我们还不能开坛的原因，是因为破除这个阵法，除了我要跟他联手做法之外，还需要女王当作媒介。但是现在女王她对大明并不信任，所以相爷才会说现在时机未到，不能开坛做法。先生，如果真的不能够开坛，那怎么办啊？我看这需要谭风公主帮忙劝劝女王，或许女王她才会答应。好啊，那么我们赶快去找大公主。刘国师，依你看，
这胡惟庸真的会破阵的法术吗？嗯，以他对千里十灾大阵的了解，我相信他会。嗯，这么说来，要女王当法术的媒介是真的了。嗯，这件事我早就知道，而且是真的。那就没话说了，我们只有期待大公主能够答应去说服女王了。嗯。啊，你们都回来了。大公主，里面请坐。请坐。谢谢。啊，没关系，大公主，我来就好了。谢谢你们刚才在御书房帮我说话，要不然我们女儿国的百姓就要受苦了。大公主，你不要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这不过……不过什么？食物救济只是一时的援助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想办法解决贵国的蝗灾。这我知道，你之前说过，这蝗灾很有可能是人为的布阵，我记得好像是叫做千里十灾大阵。没错，而且我可以确定这是人为的法术在作怪。找出原因固然很好，不过你不是说这个阵法你一个人无法破解？没错，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。不一样了？嗯。大公主，我们已经找到一个可以跟先生一起施法的人了。你们找到了？那个人是谁？就是帮你们送救灾粮食的胡丞相。你们的胡丞相也会法术？哎呦，那只老狐狸，他会的东西可多着呢。那么就赶快请他跟大国师一起施法破阵呢。不行，现在还不能做法。为什么不能？因为要完成这个法术，需要女王配合来当媒介。我母皇？对。如霜姑娘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在皇宫花园里挟持苏娜队长，说要杀了他。你说什么？你们都该死！如霜姑娘，邪术！哎呦，如霜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中了邪术呢？这呀，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因为要完成这个法术，需要女王配合来当媒介。我母皇？对。不行，我母皇现在被朱琳还有谭华挑拨，对你们这些大明来的人并不是完全相信，接受你们的粮食只是一时的权宜，他一定不会答应你们当媒介的。我们知道，所以我们希望由大公主来说服女王，让她当我们法术的媒介，这样我们就能早一点破这个千里十灾大阵了。这……对了，为什么你们不请高斌师父去跟我母皇说呢？他如果去说，我母皇一定会答应。不，你不要害我！老衲我现在要是去了，不是自投沙罗的罗网了吗？可是，你跟我母皇的事情这样拖着也不是办法，总要面对问题啊。这我知道，我会慢慢的跟他说。可是现在我要是单独去找他，他就会逼我跟他圆房。我要是跟他圆房，我这辈子就完蛋了。不，你应该就说，老衲我跟你母皇这辈子就全完了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是你跟我母皇？哎呀，这是佛理。这里面啊，包含着无常的问题、轮回的问题，还有因果的问题。哎呀，这牵涉的太广太广了，一时之间你是不可能懂的。反正啊，老衲我在这拜托你，大公主，你千万不要逼我去，好不好？我求你，我求你啊！好吧，那么明天早上你们陪我去见我母皇，我试着去说服她。哦，阿弥陀佛，佛祖给你加持。
好累哦。我想念洛阳哥，不就像大公主想念四皇子一样吗？我了解那种痛苦，那种失去爱人的不安和心痛。可是我比不上大公主坚强，我没有办法不悲伤，不去想哥。不知道在天上的哥哥，是不是也希望我能跟大公主一样那么的坚强。哥，你不要担心，国师和高斌师父每个人都对我很好，我也一定会坚强的活着。我会努力找到五样神器，然后把天补起来。我不会让你白白牺牲的，你一定要等我。他若行动，偷心窃神，化魔行现，这。成功了，冰蕊，这次你做得很好。冰蕊，不敢辜负师父的教诲。我才稍微点你一下，你就安排得这么妥当，真是不简单，难怪可以做东女国的大祭司，果然有两下子。看来这个刘伯温这一下可有苦头吃了。道长，你不用说那么多好听的话来安慰我，我自己知道我败在刘伯温手上已经好几次了，可是你放心，这一次我会一步一步的慢慢计划。当然当然。冰蕊，替我准备东西，我现在要开始做法控制何如霜。是。奇怪了，平常啊如霜啊都是第一个起床的，怎么到今儿还没见到人呢？哎，他会不会是生病了？可是昨天我看他气色还不错，不像生病啊。哎，可能是最近事情太多，他太累了，让他多睡一会儿吧。是啊，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商量一下怎么跟我母皇说这件事情。跟他说实话呀，哎，事实摆在眼前啊，怕是不信，我们也没办法。高斌师父，话不能这么说。我母皇她位居万人之上，
每天向他禀告的事情有几百件，向他提供意见的人更多，他总不能所有人说的话都信啊。这老衲我知道，可是事情已经这么明显啊，摆在他的面前给他看了，他偏偏还要去相信那个大祭司说的话，你说我们这些替他设想的人怎么能不急呀？啊，高明师傅，这就叫做关己则乱。我们大明朝也是一样，我们忠心为国为朝廷，偏偏太子只相信胡惟庸说的话。现在情形也是一样，只是对象不同而已。说到这些老狐狸啊，他呀，他我怎么样？没怎么样。不过胡相爷，你这个使臣不乖乖的待在迎宾馆，跑来这儿有何指教啊？我是关心破阵的进度，你们不去劝说女王，居然还有空在这儿说别人的坏话。哎，千里十载大阵一日不破，女儿我就不能恢复正常，受苦的可是天下苍生。哎呦，相爷，老衲我这是第二次听你说这些话了，可是啊，我还是觉得很不习惯。嗯，相爷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我们正准备要动身呢。嗯，可是我觉得奇怪的是，相爷自从来到女儿国之后啊，就变得正气凛然，处处为百姓着想，真的让我觉得很感动。哎，相爷，回大明之后一定要继续保持下去哦。我是此言差矣呀，为天下百姓设想一向是我胡惟庸做事的准则。高明师傅啊，多保重啊。至于说到大明朝，那我更是忠心耿耿，每一天都是归心似箭，恨不得能长出翅膀飞回大明，为太子分忧解劳。但偏偏有人为了享受美人恩，在女儿国乐不思蜀，做事情拖拖拉拉的，我胡惟庸真是替你们很烦恼忧心呢。啊，胡相爷，可不要老那我不说话就越说越过分啊！什么乐不思蜀啊？啊，我们深陷脂粉阵中，你不仅不伸手相救，有空时还是这儿挖苦一下，那儿奚落一下，你真是不够意思啊！还有。上次你劝老衲我嫁，后来又对我落井下石的事情，老衲我还没给你算账呢。要算账是吧？欢迎，我放陪。好，我还真、哎、高明师傅，他这张嘴就是这样，你不要跟他斗，他不消遣你几句，他不高兴的。而且我们现在要请他一起帮忙破阵，别逼他，不然他又溜了，为国殉节的事就只能交给我们。嗯，刘国师，救命啊！刘国师，你一定还没有吃早餐吧？冰雪聪明又贴心的苏娜，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，绝对都是你最爱吃的饭菜。你要趁热吃啊！等等，我的手受伤，你这样 好痛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受伤了，脖子应该没受伤吧？快吃！我刚才说的话，立刻就有事实为证，表示我胡惟庸说话是很实在的。苏娜，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见我母皇，你的好意等我们回来再享用。如霜姑娘到现在还没有醒。你去帮我们把她叫起来。这样好啦，那我去叫如霜姑娘，你们忙完了要快点回来，不然饭菜冷掉了就不好吃了。判断已经伤害爱的人，一场走不掉的爱情，对你感情有假走不掉，你在
苍地荡漾。